主任，最近我一直在追查。我已经领了抚恤金，并且已经在文件上面签字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应该算是了结了。宋副主任，我看你是办公室坐久了吧？什么叫了结了？保卫这么严密的情况下发生了命案，而且人死在了我们上海办事处。如果这件事不一查到底的话，你要怎么一查到底？这事情不就已经水落石出了吗？如果他偷钱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呢？特派员。你是想抓共产党想疯了吧？别人的家属都已经不追究了，你还揪着不放。万一让南京听到了风声，你让主任的这份报告怎么写？报告是报告，我们可以内查呀。况且抓捕名单上的共党并没有全部被捕获，就算是跑走了几个共产党，也不能说明有人泄密啊。况且家丑不外扬，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学会以大局为重。大局为重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二位也不要吵了。我知道，大家都为了工作嘛。陈特派员呀，他责任心强，但是这个宋副主任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在南京方面已经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成果，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给自己找麻烦呀。所以，王海的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深究了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哼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学生的激进行为只是暂时的，烧毁日本工厂，抵制日货，与日军宪兵发生冲突，这种只会激化矛盾，给对方进一步侵略提供借口。不管哪家报社，一律不接受采访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又烧了一家日本工厂，推翻了一个电车，这帮学生九一八之后没一天消停的。校务员，又有10000名中学生罢课了，他们在虹口集会，和日本宪兵发生了冲突。这帮学生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喂，啊，郝处长。什么叫学生的过激行为严重影响两国外交？谁让你这么说的？你这是不怕事儿大！学生们已经落到大门口了，这么敏感的时期。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？您是知道的，我只是不想造成无端的恐慌，而且上面的政策就是维系稳定，学生根本不应该参与其中，这也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事件发生。维系稳定不等于同情敌人，现在上上下下都在抗日，蒋介石已经下野了，你是不是也想把我扔到乡下去啊？我告诉你，下边的人不只是学生这么简单，你是给人家留下了足够的把柄。肖成弼，这个烂摊子，你自己收拾。好，我找张市长去。张市长，他今天上午已经辞职了。什么？谁呀？王大夫在家吗？在家。
外面啊都是游行示威的学生，你看塞了这么多传单给我，看来你们组织工人学生啊发放这些传单还是挺有推波助澜的效果的。可是光靠撒传单是打退不了日本人的。怎么了？日军要轰炸锦州，蒋介石公开表示要应对防御，必要时采取自卫行动，一起抵抗。那你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喘不了，我们还要组织上海民众成立反日救国联合会，到时候呢可不是印传单发传单这么简单的了。我们要援助罢工工人，组建义勇军，创办反日刊物，一堆事情忙得很。你是不是腰伤又犯了？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您还是别去了，那帮学生正在气头上，不一定听您劝的，而且您现在的处境也不方便出面。哎，哎，小伟啊，以前我和你们一样有着满腔的热情，渴望投身革命拯救国家，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光有热血和激情是不够的，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有可能打伤你们的性命。你们还那么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相信政府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你是虚伪的走狗，大家别跟他废话，对日宣战！还我同学！对日宣战！同学们，我是在保护你们。你们这么做很危险，还很愚蠢。所谓的自由和民主，不过是一些人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编造出来的骗术。不要再沉迷下去了，你们在荒废青春，荒废学业呀，同学们！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在政府任职，给我砸！显示被利用了，记者会上那些话都是他们让我说的，现在出了事儿又把我推出去，黑锅让我来背。这受了委屈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你什么意思？去南京把你的委屈告诉汪先生，
他一定不会不管你的。别哭了。小心啊。小姐帮忙拿一下。要是开战了，咱们就得一直躲在这儿。到时候停了电和煤气，到了晚上肯定了。来，给我。咱们就可以在这儿休息了。哦，对了。一会儿啊，还得找一些浆糊，给窗户都贴上米字条。这高油显淡呀，致细有毒。没想到你还挺馋的。我打小就这样，带毛的不吃担子，带腿的不吃板凳，大荤不吃死人，小荤不吃草。如果不是你救我，我现在就真的是个死人了。小西，你拿这是什么呀？是罐头，肖委员去南京前特意嘱咐过，说日本人的炮弹呀不长眼，让咱们多做些准备。程碧姐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估计得有段时间吧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担心志远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小姐，外面打仗了，快！
蒋主君、汪主政，他这个监察院凭什么弹劾呀？就是说嘛。不过汪先生也没有太在意，只不过有点心烦而已。哎，你的事儿跟他说了？啊，说了。汪先生当着我的面让秘书给党部的人打电话了，总算是替我出了口气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应该去庆祝一下。为这点事儿庆祝，不至于吧？不光是为这事儿，也为我们的事儿。开车。这仗啊，总算打完了。天天待在家都快憋死我了。可不嘛，每天都吃那几样素菜，快减肥了。哎，你们看我是不是变苗条了？你呀，现在大半个上海都吃不饱饭，你还吵着减肥。你要真的不想吃，就给难民送去。哎，对了，王姐，听说华界里已经没有人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也没有那么夸张，前段时间的报纸上不是登了吗？华界里面有10000多的房屋被毁，工厂、学校都没有了。具体数字我是记不清了，反正是迁走了好几十万人。那份报纸我也看了，上面说损失了12000多座房屋，4000多家商店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咱们聊点别的吧。哎，电商日报举办的电影皇帝评选，你们都投票了没啊？啊，我还没来得及呢。你呢？我也是啊。你呢？当然投了。你投了谁呀？当然是金叶。我也是。昨天金叶得了多少票啊？这我哪记得清楚啊！哎，玉珠啊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是32772票。那赵丹呢？赵丹好像是30987票。还有高占飞，高占飞是27401票。今天就是投票的截止日了，按票数来看的话，电影皇帝肯定就是金燕了。天哪，玉珠你也太聪明了，怎么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啊？看一遍就记住了。参谋部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，下面我给诸位详细介绍一下。陈特派员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事，你们忙啊。切，阴阳怪气的。你说亲爱的女朋友到底是不是软的？这我哪？这个夏雨竹没那么简单。您是怀疑他？上次围剿计划的泄密问题就出现在我们这儿。夏雨竹不仅参加了那次会议，而且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嫌疑很大。还有王海的死，至今都没有抓到凶手。从今天开始，派人给我盯着他。明白。听说那边建了难民营，好多人去捐款捐物。我也找了些衣服和带了些钱，准备给那些难民送过去。小姐，你心地真好。哎，小姐，还是我一个人去吧。那些难民好多得了天花混乱。哎，关系。小姐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事，你可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吧？那别去了吧。来都来了，赶紧走吧。那我自己进去，你就在外边等我就行了。那哪行啊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你听我的吧，里边什么人都有，又脏又乱的。哎，
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爆车！大夫，大夫，救人啊！大夫，大夫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我家小姐刚才不走。来来来，哎，小姐，哎，大夫，大夫，你要救救他的。小心！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医生，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我家小姐！你一定要救救她！方菊，你说小姐怎么了？你来医院干嘛？生病了？小毛病。哟，长发，要来抓药了，王医生。先前给你开的药，你按时吃了吗？吃了。哦，那你的失眠有改善吗？按理说看了这么久了，应该有好转的。我看呐，你这个不是身体的问题，是心理的问题。什么叫心理问题啊？你以前有没有受过什么刺激，或者你有什么心结一直没有解开呢？方吧，买点酸枣仁。哎，大夫，我家小姐她怎么样？啊，没什么大碍，是怀孕引起的低血糖。怀孕？啊，病人胎相有些不稳，最好住院了再做一下检查。我先过去了。哦，谢谢。胜君，我要当妈妈了。小姐，怀孕是大事，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没事，我挺好的。还说没事呢？医生说这胎相不稳，要住院观察几天。长发帮你办住院手续去了。长发，他怎么来了？他来医院取药。不说这个了，小姐。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啊？当然是生下来啊。这个是我和志远的孩子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，小姐，要是成碧姐，宋光大哥。红包车，去百科路。我不同意这个观点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应该以大局为重。我们要帮助上海民众重建家园。志远，出来一下。你们再讨论一下。双菊，你怎么来了？
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听见什么了？孩子的肚子里。事情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为了你和孩子的安全，我想尽快安排你离开上海。可是我想留在上海。我也想和你。刘委员，陈德道来了。陈德道怎么来了？志远，你快走吧。那你怎么办？陈德道不会把我怎么样的，你放心吧，你走吧。刘远，赶快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快走。就是这。你来干什么？听说夏小姐怀孕了，当长官的来关心一下是应该的。消息够灵通的。怎么没有看见孩子的父亲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夏小姐什么时候结的婚啊？喜酒都不请我喝，孩子就有了。这个男人也太不像话了。自己的女人有了身孕，面都不露。他工作忙，没时间。他做什么工作的？叫什么名字？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夏小姐，你是我们党务调查科上海办事处的人，我们有责任对你的婚姻状况、配偶身份进行调查。怎么？不方便说呀？陈特派员，我家小姐要休息。请你先出去。告诉我是谁，我马上就走。否则，我有理由怀疑他和地下党有关。陈德道，你别血口喷人！真不说呀？把夏雨茹给我带走。哎，起开！你干什么？起开！等等。
特派员，这顾长发这小子眼福不浅呐。夏雨竹根本看不上顾长发，一个瘸子，怎么可能？给我查，查顾长发，查这个夏雨竹。是。长发，谢谢你。雨竹小姐，任委员对我有恩，可我去，我不祈求你们原谅我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你别这么说，小姐，陈德道他不会相信的。长发，陈德道一定会去调查你的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雨竹小姐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只要能帮到你和任委员，我愿意继续帮助你们。可是这样做太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应该的。我认为，我不相信。都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还怀疑吗？我就是不相信雨竹会喜欢上长发，我更不相信雨竹会给长发生孩子。感情的事情，哪有什么道理可讲？校委员，顾先生来了。校委员，宋副主任，这是我同事从老家带的老母鸡。给雨竹补身体的特别好。嗯，小溪，哎，快带去厨房吧。好，给我吧。跟我来吧。宋大哥，程碧姐，雨竹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看上顾长发哪一点了？程碧姐，长发他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他为人忠厚，对我又很好。你就放心吧。以前呢，我是想撮合你跟君浩，我当然了，君浩有君浩的问题，缘分这东西谁也没办法左右。但是你不喜欢君浩也就罢了，你倒是找个好一点的呀。你挑来挑去，挑上了顾长发。哎，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自己都照顾不好，将来怎么照顾你跟孩子呀？程碧姐，我知道你疼我，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知道什么人能给我幸福。长发，他很爱我。
我觉得很幸福，我以后都会很幸福的。那婚礼打算什么时候办啊？未婚生子传出去可对你不好。这米呀都快熬出来了，就等孩子生出来再说吧。你看看你，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好了好了，别说我了。那你呢？你和宋大哥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要不这样，咱们一块儿办，好事成双。我觉得雨露这个提议不错。你呀，你就跟着他瞎胡闹吧。小。你这个样子啊，别人肯定觉得你是假的。人家夫妻哪个不是出双入对的？老婆怀孕了都是贴着肚皮听动静，哪像你呀，只知道做苦力。我就想照顾他一辈子。真是没主意，烂的衣服不上墙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，